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我们的地球防卫军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章节啦，那我们一样啊，照惯例哈、啊，啊，老头照惯例一样是用我们的步兵哦，游击兵。好、啊，老头还是觉得游击兵比较好用啊。好吧，那么一样呢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哈、啊，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，按下你的订阅以及喜欢，或者在下方留言，或者是追踪老头的 No No Life 啊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开始哈、啊，第九关海边的怪物啊，到底是多怪啊？这啊，打开看就知道啦。啊，这怎么会有个什么展示勋章 ？Why？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发现呢、欸。哦，它有分每一个区域，你打出来的是不是金牌？是不是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哦，这下面蛙哥唔知。哦，游击兵哦，我都是第二区有金牌，怎么回事？不管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难度哦。这个老头没有认真看哦。不需要高质量的装备，还需要灵活的战斗技巧，适合老练与自信的并自信的玩家。友军火力伤害。普通伤害的 75%， 你的攻击会击到你的盟友，你的攻击不会击到你的盟友，怎么可能啊？这应该是二批环境的时候吧？因为我想说，我用普通模式用火箭筒炸 NPC， 他们都会飞来飞去的。哇，好吧，我们玩普通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玩普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海边的怪物是不是？哎呦，直接开始了。冲啊！又是蜘蛛，又是蜘蛛。除了蜘蛛，可不可以来点不一样的啊？比如说哥吉拉之类的，或者库斯拉，我也很爽啊。哦，麦克球，麦克球，麦克球啊！真正是炸不死哎、欸，好硬哦！有硬到，有硬到，死了吗？还没死。太硬了吧！有了，结束了。你叫啥啦？耶耶耶耶耶耶耶！卖啥卖啥？吵死人了！吵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些平民是铁做的，是不是？会反弹呢、欸、？Oh my god！ 来，把我们救下来，把我们救下来。有了，死吧！死呢？死呢？哇，要六发才打得死啊！这个蜘蛛啊、越来越硬了，这么大只有没有？哦，受硬了，受硬了！哇，又来来了，哦，开始来蚂蚁，来蚂蚁了！啊，别，别，别！一个轰炸，啊，炸到自己了，炸到自己的日常，炸自己日常。我要去捡前面那个箱子、欸，快点快点，快速捡箱子！我真的觉得这个游戏可惜在于它的跑步真的很慢。哦，据说这个游戏要出五代了哦，拜托这个五代可不可以就是跑快一点之类的，好不好？不然走路真的很慢，然后看到我自己的胯下是怎样，风情万种哦。结束。好，啊，其他敌人呢？哦，这蚂蚁在这边躲在这里偷来偷偷来。What the fuck？哇！我要被拖走啦！火箭筒！呀呀呀呀！弄火箭筒制裁你！哎、欸，还有其他的队员呢？我其他的队员去哪里了？哎、欸，我被放生啦！我是雇人员是不是？我可不可以把它打掉啊？蜘蛛是不是可以打掉吗？你不要那边啊、哦，受不了哎、欸！我要被拉到死了！一个紧张就乱射，射到自己，哎，行啊！臭蜘蛛，我的臭蜘蛛，我不炸了你，跑嘞！C 内，不要那边残害人类了好吗？走来，我的东西。
不要挡啊！哪里哪里？好，在这里。这蜘蛛比之前更大只了。哇，居然没射到，超屌的！我要死啦！所以他们还在上面。好，哇、哦，蜘蛛大哥，蜘蛛大哥，哎、欸，你们都来啦 ！Oh my god， 这个有点难哦。哎、欸，我要补血啊，有一罐补血在那里啊，补血啊，行啊。Oh my god！ 炸掉你的，炸掉你的屁眼！炸掉，炸掉，还来呀、啊！我的伙伴真的都不见了、啊，结束！放开那个女孩，放开这个物资！把蜘蛛网打掉，结束。哎、欸，如果我现在在走这么远啊，把这些全部解决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会了。好，刚刚他不会动，我就这样炸就好了。好爽哦，站着给我射哎、欸，总共要六发。然后呢，这里，我现在发现前面好多小蜘蛛哦。只要清理一下了。哎呦，怎么突然累格一下？再来，有，再来就这里了。别想跑啊！通通都给你啊！啊，没射到，完了被挡住了。他蜘蛛丝这么硬啊！好、哦，有了！哇，各种蚂蚁啊！死内！哇，我不知道这要清多久，说真的，数量越来越多了。补血，补血！碎啦！我来救你们！你们快跑！快跑啊，你们！给你造哦！快跑哦！中到不赔啊！哇，好多武器箱，该捡的该捡的。嗨嗨嗨嗨！昆虫科学家就是我，你们接受制裁吧，昆虫们！哇，有人死掉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对我缠什么丝？三千烦恼丝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捡装备，捡装备，捡捡捡捡捡！哎，捡不到，捡不到，捡不到！哎，捡了，捡了，捡捡。谁啊？你说那个谁对我吐丝，我都不知道嘞，有没有？哎，我现在看我的队员在前面，是不是？那个蓝色顶点 ，Kiss 的。妈妈的他们，哦哦，还唱歌呢！走着骑着上着了，你的嘞嘞嘞嘞，人的嘞嘞嘞嘞人的嘞嘞嘞嘞嘞。好，只剩一个了，好远哦！天啊，可以快一点吗？我可以开车吗？这边有一台卡车，我想要开过去，好像都不太行。会不会是这个蜘蛛网啊？算了，我要用这种方式移动了。这种移动方式是最快的哦，侧滑移动法有了吧？在哪里？蜘蛛嘞？嗯嗯，这个丝，小巷子看一下，应该就在这栋房子的后面了。找到先杀他了，你看我现在绕一大圈跑回来杀他，麻烦死了。有吗？看见了。
呼呼呼！哦耶，哦耶，再两发。Goodbye， 好，把它清掉。哟，还有谁？解决了，炸架我们这边的货车，发泄一下，好爽哦，爽！哇，这次拿到好多东西哦，这什么 NNNNF40RA， 哎呦，新装备哦，狙击步枪。我不要狙击步枪，可不可以给我突击步枪跟火箭筒之类的啊？好不好？这样我会比较开心一点。哇、哦！杀杀给哦！杀杀给哦！哇！死呢！死呢！哇哇哇哇哇！呜吼！飞天德，飞天德，飞天德 ！Party One，Yes sir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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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们合作无间。嘿，我的嘿，我的嘿，嘿，嘿嘿！哦，又要唱歌，又要唱歌。行，振奋士气，一杯可以。You go me to the to da， 耶！炸炸！哇！最后一波了 ！Oh my god！ 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看胆小！对不起啊、哦，手滑手滑啊！抱歉抱歉抱歉，不小心一紧张就射了。哎呀，抱歉抱歉抱歉，一个紧张我又开扳机了。哦，哇，原来这么大只，炸到吗？哎，可以，这样算不算伤害啊？哇，他干嘛？召唤最强生物，蚁人 EX。根本不知道有没有造成伤害，完全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就到达里头就对了。好的，等一下，他要发毁灭光速炮了吗？哇，破坏时光啊！哇哇，这世界级毁灭啊！这种场面，这种场面。只有在游戏里看得到啊！这种场面，你敢说在现实生活中看得到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哇，我们对这个大飞船没辙哎！好，把它毁了。所以看到这种东西就想毁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把它毁了，把它毁了，好爽哦！子弹无限，爽哥！啊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清光了。他发射了一个破坏时光，可是我感觉我们这边没有被毁灭，难道是假象吗？假的！所以说到底在讲什么？这个游戏可不可以开一个字幕之类的、啊，好不好？我来看看好了，我记得印象中是有字幕可以开的、啊。没有，好吧。没有字幕可以开，你难过。不然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啊，说真的。所以说我现在干嘛？他要干嘛了 ？Oh my god！ 他要做什么了？把他炸掉！哇，缩起来，缩起来了！敌人来了！哇，召唤一大堆！哇、哦，原来这边有飞船哦！哇，把这毁掉是不是？我会，我会，不要再生了，不要再生了。有没有用？有没有用？重点这样子攻击有没有用啊？我很好奇耶、欸。哇，没用，蚂蚁还是照来，知道怎么打、啊？看什么东西？哇，
超级大入侵啊 ！Oh my god！ 席内，席内，席内，恰恰。天哪、啊！我们的队员来了，队员来了！永远用不完的火箭筒，跟永远打不完的蚂蚁，到底谁会胜出呢？我觉得是我会赢。我们应该要等他在召唤的时候，再把那飞船给炸下来，是不是？我刚刚看到那个火箭筒炸到里面，有造成那个一定的伤害、欸。但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有造成损伤啊？那没有的话就太可惜了，因为枉费我射那么多发，不然知道怎么过，打到敌人没有为止啊！完了，我们人类真的灭绝了，人类要灭绝啦！哇，这是虾米蛙歌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空中在飞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全部都降落啦！哇，不是吧？开着飞船驾驶啊！哇，一整群，完了！我感觉我死定了！马西一个一个炸，一个一个炸！火箭筒赛高，赛高！一人一发，一枪以一个，一枪以一个，席内，席内，哦 ，Oh my god！ 不要，不要过来！你再这样子，我就射了。你再这样我就射了，我真的打不完嘞、欸！我的天啊，这数量多到恐怖，一个夸张。炸！炸！炸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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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死掉了！死掉了！他们死光了、啊，再来，再做一只，追在哪里？结束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！哇，居然赢了！喂喂喂喂！胜利！哇，榴弹发射器，融合爆裂枪，哈哈！啥融合爆裂什么？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融合爆裂枪。哇哇，新武器 S 加哇，好爽啊！联合爆裂枪到底有多爆裂呢？好爽哦！哎、欸，我现在背上背的是什么？我会飞吗？这是后来的新装备是不是？哇、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射完就它不会停哦！哎、欸，可以停吗？按住它就一直射到没为止啊！然后呢，装填不能装填，等等，你这个不能装填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我要装填啊，大哥，爆裂枪装填，不给装填，没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只能拿火箭筒轰了啊！为什么不能装填？射完就没了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这个是不是要捡到那种路边的子弹啊？我们试试看，我们试试看。Oh my gosh！ 啊！哇，子弹，红色那个是不是？红色那是不是？捡？没有，没有补充，我就捡错了。哇，这么近，这么近！
你这么近想要干什么？哇，围殴啊！攻击他们，我的部队上啊！所以说蓝红色箱子捡了没用，我怎么装填？不，没有用。那个这颜色的也不是，哇，都不是，那什么才是装填？你看这明明就可以自己装填啊，但是那个爆裂枪不行，见鬼了啊！算了，这个也行啊，这个威力也不错啦，慢慢来吧。我们只能这样子啊，没得选择。廖凯，直接射光光。廖凯，射他！哇哇，大爆射啊！我们人类要灭绝啦 ！Oh my god， 人类即将灭绝！哇，人类即将灭绝，真的要灭绝了！都让我打不完了，怎么办？掉了，捡！西内，巴西哥。哇！屁啦！我们这样人类数量那么少，可以撑那么久、哦？你自己看右上角地图，全部都是，到底要怎么过？重点，撑到倒数结束吗？倒数结束是不是？天哪、啊，满山满谷哎、欸！看到这个我就傻眼了，这真的很傻眼。地上一大堆捡的，超好笑。哦，有绿色箱子，武器箱。武器箱就是要捡啊，不然干嘛、啊？哦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，补个血啊！补，补好补满。哎呦，感觉数量清的差不多了。哎，飞船不见了，飞船走了。我没看到我们大飞船，我们大飞船去哪里了？大飞船离开了。什么声音？怎么会有叮叮叮叮叮叮叮？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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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哔什么？哦，这是我按的啦，是吗？我们的 Q， 哦，结束了，世纪末大灾难！天哪、啊，好刺激啊、哦，好爽啊！拿到一个 AF14RA， 等一下。这个烂死啦！所以一旦拉到扳机火力全开，使用者切换武器，他给充能也需要特殊设施，所以在战场上是无法装填的。我们没有注意看，那这个嘞？哎，一样啊！哦，这个是高哦！哎，可是这伤害是死哎、欸，但是这38上弹时间 2.5 秒，升级版本改进了射速，但损失了一点射程。有比较好吗？你看伤害差好多、哦，有没有 RA 变38哦，射速38每秒变快了啦。在犹豫啊，算了，带那一把好了。然后这个嘞，32多重导弹，感觉很酷。我们还是带火箭筒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决定了。武器种类越来越多了。好，第12关，恶魔降临之日。哎呦呀，恶魔降临了，小心了。
恐怖的恶魔要降临了哦！啊，会不会是一只昆虫之王？嗨，村民你好！啊，哇，兽印的钢铁人，他们跑步还蛮好笑的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要跑跑直线好吗？你们。哇，超闹的哦！超闹的，哇，蚂蚁掉下来啦，放饭啦，超级放饭啦，横扫千军，行嘞，横扫千军，扫，扫。哇，装填装的有点慢，但射速变快，蛮爽的，一秒三十八，挺快的、啊。爬，哎，没扎到吗？没死，哇，命这么大、啊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把最后一只把它清掉，就结束了。在哪里啊？这么远。结束了，耶、yeah! ！大胜利！噔噔噔！哇哦 ！DNG One， 祖母绿 ，Me One， 祖母绿，翻转器，这些重复的是不是要自动分解啊？还是直接就是丢掉这样子？没关系，我们看一下装备。嗯，祖母绿导弹发射器多了一个叫祖母绿的，笑死！哇，这个榴弹枪倒是拿一大堆，那怎么火箭筒不多拿几颗呢？就拿这两种而已，对不对？霰弹枪变成 G1 了，还升级了这样子。就这个、啊，这种东西，手榴弹，手榴弹，直接变成手榴弹来着了，伤害600，我还蛮好奇的，好吧，我们就不要拿火箭筒了，手榴弹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等级二，等级二，来第13关，哇，这到底有几关啦、啊？哪时候才可以把它做个结束啊？这个章节怎么一直打不完的感觉啊？超级打不完呢、欸，打不完啊！哦，又放了又放了，什么？靠背啊！怪死了啦！手啊加600，行，还无限的重点还无限，好笑。手，哦耶。新武器又来又来又来了 ！Oh my god！ 打多久啊？我的蚂蚁已经看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看蟑螂，谢谢。可以不要再蚂蚁了吗？手，哇哇 ，Holy shit， yeah man， 好爽啊！爽哥，大补大补，
帮忙打，不要在那边射啦射啦，射掉射掉射掉，武器箱武器箱武器箱，碎了，收，作战，呜呼！虽然动作很慢啊，但是呢，炸出来的那个威力惊人啊，惊为天人，轰掉你！哦，玩了那么久，终于知道怎么把它摧毁了，就是用火箭筒就对了。我箭筒炸好炸满，有没有？要炸中间这个地方啦。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赢啦，带火箭筒就对了。刚前面玩超久了，根本不知道怎么过。好，现在会了，现在会了。就这里，就这里。None。Yeah。就是这样子才迅速嘛！啊，回了一个了，回了一个了！啊，坠落！快跑哦，火箭筒赛高！伊利艳，火箭筒赛高！我现在目标就是要把这个舰艇给毁掉啊！路上的蚂蚁们就不要理它了，好不好？超级超级没有用。哦，稍微清一清，哦，挡路者死，干，我死了，没有了，没事，呵呵。快点，对嘛，就是这样啊。哦，天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再一发，再一发，再一发。哦，有了，又解决一架了，赛高，呜嘿。再来嘞！哦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我要被压死了是不是？啊，坠落啦！快跑啊！哎呀！嘣！大爆死！嗨，蚂蚁哥你好，你们的飞船哪边还有呢？有了！击毁！击毁了！击毁了！三家都击落了，应该是不会再来了吧？击毁了，击毁了！死你！走开，走开哦！生气哦！不要碰我哦！我全身上下都G点哦！哇，轻轻松松解决。好、哦，有减弱的迹象了，太好了！剩一只了，你们也杀不死。只剩一只了，你们也不行。终于啊！赛高，赛高，我赛高，赛高，我的赛高，赛，我的赛高，赛高。赛哥，哎、欸，没中，可恶！赛哥，哇，尖叫的欢呼声，哦，终于，我天啊，真的没有仔细看任务会超难打的，哇，下一集机器人，哎呦，可以哦，机器人着陆哦，行行行行行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一集呢，啊、就要对上我们这个叫什么赫克托机器人，哎呦，感觉不错哦。好，我们敬请期待下一集吧。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系列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地球防卫军再见面了，拜拜。